什么事求我？啊！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说吧。你看你这个想法就太功利了。你说你喜欢吃这家早点，我就专程顺道给你带过来。来，追我。 我就喜欢你这个不矫情的劲儿，算是吧。哎，老庄，我跟你说啊，房东今天又出事了。怎么了？陆晨曦下午请假了，干什么去我不知道，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屋里，到现在还没出来。 他一贯情绪起伏比较大，你没问他怎么回事啊？我问了，他什么也不说，敲门也不开，还让我别理他。听声音好像还哭过。你又惹他了？我没惹他，我有点累了，先休息了。嗯。